谁你喝了，你请把这个水给我喝了。我们今天来到青岛，哎，青岛要尝海鲜是不是？还有青岛炸串，一个粉丝给我推荐的，据说非常好吃，那个酱是果酱，今天都馋了已经。我们现在去看一看价格怎么样。出发！你好，我想买波龙。大的95，不吃俩的75一个，八九俩的80一个。大概给我来个两斤左右的吧。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握的好鲜活啊这个。0.96公斤，超级干净，我觉得这边。今天比较好吃的串是哪个串串？这两种肉是腌制，这个鸡胸肉、鸡肉片。这个是我看老王视频来吃这家串串啊，波龙，看造型，飞天。青岛人真的超级会做海鲜啊！哇，这个时候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。嗯，哇，巨香巨嫩，后面是那种淡淡麻辣口，真的巨香。看这个肉质，雪白雪白的。嗯，顶不想叫随时等到，我觉得这样就一下就食欲了。古希腊战国夜宵的神。嗯。烤烧面边儿已经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串串。这个是苦肠，它应该豆腐吧？这应该是，这个应该是大肠。嗯，这整个爆汁的感觉，后面是微甜，这个巨好吃。嗯，包装有点咸。这个是青岛特产，崂山蛇岛水，青岛特色炸串配特色饮料。它这个水真的是脚还得千般模仿。这个是鸡胸肉串，鸡胸肉串串肠，嗯，每喝一口这个水上头，提神醒脑。嗯，哇，一瞬间对味了。这个是青岛特色鸡心。哇塞，嗯，哇，这酱绝了，盖上去。哇，甜甜的果酱，绝了！我才古希腊战国夜宵神。这小猪能看到了啊？什么？你是？沉睡小猪们，看饿了吧？想吃吗？不给吃。嗯。哇，我给下一串啥呢？遇见吧，拜拜。